好的，我是大一。之前看到许多 YouTuber 们在玩怀旧新奇事，就真的把大家小时候的照片拿出来，让每个人猜猜看看是谁的小时候。那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有趣耶，所以我在想，不然未来办一个巨巨版的怀旧新奇事。于是呢，我的伙伴他就去邀请了一群健身网聚，要大家交出他健身前的照片，要来跟我一起玩。观察大家过去的身体，猜看看谁是谁的游戏。虽然健身网红就那几位嘛，大家也知道。不过呢，在这之前我是完全不知道有谁要参加，有几位要参加这次的活动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真的是非常的兴奋又期待，好不好？那我们就直接给他看下去。第一张照片，等一下，这太好猜了吧？这也太好猜了吧？大家看他精壮的身材，对他的脸型，还有他胳肢窝。好了，赵佑啦，赵佑好不好？这个应该就是以前考试会有的送分题吧。第一题而已，好不好？再来第二张，这有意思，这个看起来像亚洲人的身体。等下这个也很瘦呢，这好难猜哦。而且等一下哦，我来观察一下他房间的摆设，来猜看看他是谁，好不好？这个房间的装饰很古老哎，你看那个床单。那个床罩，然后这种有镜面的衣柜，然后还脏脏的，对，男生嘛，男生的房间镜子上面有一些不知道是什么东西，谁哦？随便啦，我先随便猜，这真的看不出来，逃吧，好不好？这看起来是亚洲人的身体啊，逃！哎呦，等一下，哦，还有一张哦，这谁？谁？号角响起哦，这谁哦？耗子吧，耗子不是健身网红啊，就你抱一只狗。哎呦，不过看一下这个，啊，靠，我知道了啦，我知道这是谁了。这个人，啊，这人是健身网红吗？这是波波吧，波波对不对？你知道从哪看出来的吗？这个发际线，这发际线让我确认他是波波了。对，还给三张，第一张真的看不出来啊，后面两张，啊。所以我就说嘛，你看他那个房间的装饰有点年纪，被我说中了。波波，第三位，这看起来应该是一个帅哥，应该是一个帅哥哦。等一下，这是捷运吗？这是公车还是捷运啊？这是台湾吗？这是台湾啊？我看，下一张，哦，又是一张在海边，这地方看起来很像大陆哎。中国健身网红，我看一下还有没有下一张。哦，有。谁哦 ？Cosmo 吧，对不对？Sebastian 吧，对不对？隐隐约约好像看到有一点络腮胡，可是他身体又有点像黄种人哎，这就很像平常会出现在沙滩啊、游泳池的那种微发福的身材。Sebastian， 好，第四张，哦，一个妹子哎，这种背光剪影照，等一下，我本来觉得女生就那几个嘛，所以我本来就直接想讲 Ashley， 对，但是看起来超不像的。等一下，这谁啊？女生也就那几个嘛 ，Ashley 啊，亚兰啊，那还有谁？这种背光剪影照，然后太阳打进来，有种哈利秀，模模糊糊的，很像沙龙照的，看不太清楚。等一下，这个。很有料的一个女生，谁呀？这谁啊？这比小时候照片还难猜吧 ？Ashley 吗？不是啊，亚兰，你看哦 ，Sebastian 刚在海边拍，然后亚兰也在海边拍，有没有可能？有可能哦，应该是哦，有机会哦。还有哎，还有照片哎。哦，有啦，这张我就看得出来了啦 ，Ashley 啦，你看他下巴那颗痣，对啦，这 Ashley 啦，这我确定，他就是 Ashley， 好啦，这就是我们的健身女神 Ashley， 好，下一张，等一下，这太好认了，这个也是第二个送分题，好不好 ？Cobra 吧，性感的胸毛，黝黑的皮肤，然后络腮胡。就算他把整个脸都涂马赛克，我也认得出来。Cobra， 这已经看得出有一些那肌肉的轮廓啊、线条什么的。帅，帅，
这一张就好，一张就够了，我就猜得出来。你这张也太壮了吧，寇先生，我们眼镜蛇先生，把眼镜蛇先生就是你的徒手健美冠军，好吧？现在的徒手健美冠军 ，Cobra， 好吧，继续啊。是在演什么逃犯剧情啊？你这是刚从监狱逃出来，这很闹哎！穿着一个狱服，然后上面有血迹，哎，警察杯杯就是他，就是这个人。等下这个我猜不出来，看我看下一张有没有？有，看起来在国外上学的，就是皮塔哥哥吧？这看得出来啦，这个下巴笑起来的样子。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给他猜皮塔哥哥，这个应该不用下一张了啦。哦，还有下一张啊，哥哥以前超可爱的，就是那种在班上看起来很好的同学，永远书包抽屉里面都会有零食可以跟他拿。皮塔哥哥，下一位。哦，怎么有一点那种中南美洲的感觉，就是那种美国原住民哦。这有暗示哦，旁边蹲着这个是巨石强森嘛，萨摩亚民族的。其实这张照片还看得出一些端倪哦，你看，喜欢戴手表，就是厚厚的，是陶吧 ，Tiger 创办人陶哥吧？怎么又是巨石强森？陶啦，这张太明显了，这应该也是有练一段时间了吧？我觉得这应该已经有练一段时间了。What's up, guys? Peace。好，下一张。等一下 ，Cobra 不是出现过了吗？等一下，这是谁哦？这还有，等一下，我不知道这是谁，还有下一张吗？等一下，不要闹哦！你不要前面已经有 Cobra， 然后后面又是 Cobra 哦。这 Cobra 前面那个是谁？Cobra， 是啊。等一下，我回到之前去看一下，那这是谁 ？Cobra 的兄弟吗？我猜这也是 Cobra， 这应该是放，要么是放错照片，要么是混淆战术，好吧？但是骗不了我，这个太好认了，这都是 Cobra。好啦，那题目都看完啦，未看先猜，我100%全部猜对，好不好？太好猜了啦，还拿一个波波在那边骗，没错，这就是我们笑容腼腆的好爸爸赵佑。来，第二个，对嘛？波波嘛，差点被你骗到，差一点，就差那么一点点了。最后你还是败在你那个发际线。下一个，没错 ，Cosmo Fit 的 Sebastian， 帅，真的帅，真的很帅。好，再来，没错，这一位就是我们现在的健身女神，哇 ，Ashley， 神变女神。非常谢谢我们的女神提供了以前的照片，跟我们一起同乐，好不好 ？Ashley， 第五位，没错，第五位就是我们的眼镜蛇 Cobra。我觉得 Cobra 好像是比大专杯吧，佩服，年纪那么小，靠徒手健身拿到健美冠军。下一位，对啦，这个肉肉的小胖弟就是我们现在的减脂达人 Pita 哥哥，他最近才刚去比完那个好像是嘉义杯的健美比赛吧，状况调整得非常好。接着我们给他看下一位，没错，这位就是我们 Tiger 创办人 C 套。哎呦 ，Tiger， 有，这件很喜欢，很帅，有设计感啊，材质又挑得很用心啊，很多。创办人的巧思在里面。好，下一位，靠呀，我就说嘛，什么给的照片比较多，可以分成两个人。不好意思，大家，这我伙伴的幽默，有差点骗到，但是太好认了，好认，还是 Cobra。好的，那是不是我是做什么的？我是靠眼睛吃饭的，好吗？对，这些人化成灰我都认得。大家现在也是把身体练得非常好，好好玩哦。真的很好玩，这真的很有意思，不晓得就是大家有没有跟我一起猜说是谁。不过台湾健身网红很少啦，就那几个，所以其实真的蛮好猜的。是我们的亚兰姐姐，我以为也会一起玩，结果女生就一个，就 Ashley。 大家看健身的好处是不是真的非常多，从以前还没有健身或者是
稍微有在运动，然后加入重训到现在体态的改变，我相信大家都看到，真的是改变了非常多。好的，那今天的影片就先到这边，真的是非常的有趣。那如果大家想看我健身前的照片的话，就也欢迎到以上 YouTuber 的频道去看看，好不好？过去的我可是非常的，看了就知道，好不好？我是健人哥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